路口未减速酿悲剧，机车相撞一死两伤。25日凌晨1时许，台中市丰原发生死亡车祸，两机车在路口疑似未减速，发生擦撞后造成三人受伤，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，送医不治。砰！你安尼，伊人坐伫内底，有只片啊。有急救啊，但是马上没啊。警方调查，自立街与爱国街口为闪红黄灯的小路口，深夜虽然车少，但机车骑士可能车速过快，加上未让道也未减速，才会造成这起车祸。叫我出来就看到车子倒在那边。他在急救是不是？他在那边急救。25岁江姓伤者被救护车送往丰原医院急救，但仍回天乏术，车祸确切原因仍待调查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